日前，吴京、陈晓、姜昆等众多明星主演央视某节目，吴京穿上空军制服，拄着拐杖录制节目，发福脸变圆。不过吴京发胖可是有原因的，听谢楠说了内幕的网友就开始心疼起吴京来了。原来这次吴京是因为受伤了在养伤，无法锻炼，还要吃好的进补，所以才会发胖。而其他网友也附和说，有过锻炼历史的一阵子不锻炼，身体的发胖速度也会比一般人快，这也是为啥吴京的发福速度令人意想不到。所以对于吴京的发胖，路人应该是觉得又理解又心疼，等他身体好起来，应该又会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锻炼中去吧。这世界很酷。